二周冰，嗨，你要不要把你的直播的声音关掉啊？欢迎欢迎，嘿、欸， hey, 我要走过来。哩不哩不，哩不哩不，嗨，小易，梦幻艳阳，嗨，帮我拿一下手机。你是把手机带走了？现在网路不稳。啊，网路怎么不稳？在这里耶。Hello， 小易。Hello， 古早古早味音。Hello， 高级旧图。啊，汤。Hello， 蓝雨云。现在是代位主播。高人觉得身体重。哦。哎，古早古早味。胖胖子。你不是法法，对，我不是法法，我是郑宇威。双马尾，法法快双马尾。法法双马尾。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，怎么办？法法绑双马尾。高人觉得是胖子。我被高人绝情。他觉得是胖子。外挂狗嗨。他就觉得。这几根头发都超级难控制，你还吃？吹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！我帮你放个最终日一笑笑，嗨！我想戴眼镜，帮我拿一下，再帮我拿一下 ，sorry。没事没事，我今天是代位主播哦。牛角瘦，好啦，是牛角瘦。我们没有吃牛角啊。咳嗽，咳嗽，对啊，咳嗽啊。不差不多吗？没有，咳嗽跟牛角不一样嘛。我现在拿到了一个饼干。最胖的那种面包，一层一层的油的面包，那你就变得超胖。牛角很好吃。实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正面迎击，李天天阿爸 ，Hello， 任达华 ，Tom， 监视器儿，我需要一个很满的波蜜当做脚架。啊，那是你的脚架吗？我爸。太酷了吧！哦。认真，我现在有居家、喔，哎，我看不到字，太小了，我开超久的，想要把你开。你先吃这个啊。哎，感谢你爸爸。好吃，好吃。好胖，好胖。你的荧幕也太黄了吧？我不是，刚刚没那么黄，刚刚超白的。好吐，嗨，阿爸，功夫中夫中雄一输，你吃完了？嗯，胖子。哦，胖子，你才胖，你比我还要重，我太快乐了。不跟你讲话，感觉前几天吃的比我还要少、啊。没有，吃爆多哎、欸，只有那个吃的比较多呀、啊。现在到圆圈蒸狗狗了吧？那这只是什么？熊？我养了一只熊跟一只狗啊，它是猫吧？鸡春毛，阿瑞阿瑞，千翠玉，哎，但是不知道怎么。好热哦！这棒牛奶超好吃。嗯。好甜，有嘻嘻肉。我们今天有要玩 Switch 吗？刚有跳过 Cycle Sintage 吗？没有。他跳过，我们两个都没跳过，全没跳过。
唱过什么？再给我追那天。我跳过。有你说你跳过 skip， 不跳了，跳过。跳过。等待未时的绝歌吗？他就是这样子变胖的。张爸爸喂胖的，都是张爸爸的错。我都跟阿嬷一样会把人喂胖。然后今天可以玩一次，玩好几个挑战。第一个就是不能讲你我他，讲就立刻被拔头，发现的就可以立刻拔他一下头。没有，不用很大力啊，就是这样子之类的。不能讲你我他。嗯。嗯。然后就再也不讲话了。看怎么你的头发现怎么，早上还蛮正常的。不知道，疯了吧？夏河红爷天翔进凡，嗨杨雄 ，Hello， 哇杨雄，哇我同意。干嘛？嗯，你在笑什么？思源。OK 了，哈，哈哈什么好？如果你进来了，哈，还有杨雄啊，拿我的蜂蜜，酱油哎、欸，超咸，好吃酱油，真鲜味，水锤，这字怎么念呢、啊？什么齐天的？你们要不要三南投三结义？没有问题啊。我觉得好多好多好多三个人三个人，我们是什么松饼三结义？是哎，真的哎。对啊，我们群组叫松饼群呢。对。就是草泥马的牙齿，没有，它是落马的鼻孔加牙齿。OK， 落马的鼻孔加牙齿，没有问题。好 ，Andy 安大佬 King 是炫某某店长，弹唱阿宝包容心，南投要玩几天呢、啊？这里已经在台中了。搬地点呢？对，但是这里还是别人家，这里是高文爵家。是的。对，我们去的都是高文爵家。我们什么时候去表妹家呢？哎呀，哎，你把大姐的照片放在那个聊天的背景，然后就很好笑，然后笑不停。台词一好冷哦，自己哭亲。人之雅为 QK 男子断钩 ，Hello。拉轩晚拉夏璇，李念柔早晚安晚安晚安。路易斯恩不行。嗯。好满哦，感觉满的，墙壁满的，然后冰箱也是满的，满。干什么？这是爵哥家别墅，这里是台中，我们来台中了。solo 空中 solo 空谁啊？现在谁？李佳丽吗？呼风唤雨，剑之灵秋，晚安，陆医生。这是别墅吗？别墅是怎样算别墅？好吧。别墅就长这样，这样。谢谢你、啊。勇哥，晚安 ，Joker 变心柠檬，嗨。在干嘛？已经完了，我现在直播才过十分钟，我已经不知道干嘛了。施小夏，晚安。不良少年，晚安，晚安。谢谢变成谢谢你们送了一个春。可能这里有要空洒毒吗？这里有要表演吗？表演。因为他说隔壁在。solo 空 solo 空嗯，加油吧，没有表演，这里没有大提琴就没有，这是爵府没错，所以隔壁在表演什么跳舞？唱歌吧，李佳丽呢？你可以去看看，那你可以去看，你可以去看看啦、啊。五三木嗨，我晚安，谢谢草莓酱送了一个草莓酱，把自己送过来了。司徒水玉北宫恨儿。
这样比较，我们那个理财直播。好眼熟的歌、这什么歌？那个、瓦鲁奇吗？沙鲁嗨 Kevin Tran， 我们在透过熊妹的手机看李佳怡直播。哇塞 ，cool， 厉害的。哇 ，Lucky， 大头大棉，谢谢大头大棉送了一个告白气球，献给李佳丽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哎、那个告白气球超美的，就佳琪打棒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剩几天的要抽一下。哦，又漏一个，又一个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送了一个告白气球，献给李佳丽。小盼嗨，都、好好笑。吕焕乔晚安，乔乔轩晚安，姚晚安，暗红晚安，洛克晚安。我、真的好白哦。你现在打到多少了？7万。太慢了吧。你不能用我那对组的打，你要自己组一对打。你这样打还慢。慢呗。Special 晚安。他刚从台南，但不是台南。南投。南投啊！我不是一直坐你旁边吗？南投回来。台中，对，不过等一下还可不可以出去玩？等下不玩时间还够不够？你不玩是9点。对啊。我们可以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直接去嗨。你要去嗨哦？没有啦。你才几岁，你就要去嗨？白是好事吧？白是好事，有点太白了，我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现在的肤色。那我这样子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头发部分，但这样子看起来有点奇怪。这边超乱，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？这姐姐头发都很失控，很一根一根的。我想跳帅哥吧。这是什么？听不懂，给你听。完了，尴尬，我听会忘记是什么了。哇，牙素哎！刚刚觉得要不要打咯？那你给我打，我帮你打。Lucky Boy 傻熊，你为什么被叫傻熊？我现在这样看你自己眼睛是绿色，好酷哦！反光刚好对到，我这样就有戴银眼的感觉了。会酷耶耶，来自公子说，自公子说啊，就没有人跟他一起跳啊。看着感觉好笑，一颗马铃薯，这不是法法什么意思？好白，这不是法法，要怎么办？那我是要怎么办？这样才是法法，是不是？这个肤色才是法法。来热小易，嗨 ，River 西朗拿度，嗨，晚安，浩易 ，Seven Lucky Boy， 啾啾啾！你现在比较少被叫熊妹啊，就是一直被叫傻熊。对，熊妹。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睛变了？很美。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睛变了？熊妹。你这是熊妹，熊妹哦，
像 Can you 怎么念 Can you maybe 什么 Can you maybe Can 那个怎这个字怎么念、这个、你指一个这个字是什么这个中音符啊鱼哦鱼 Can you Can you 三四二三那个叫做西西啊、你是台湾人吗？他西恩是什么？啊？熊啊！西恩。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分开了三个字哦。西恩。不是啊，因为那个注音符号有时候我都会把它念成英文。念成英文是怎么念？就像你特啊。特不就不是不是特啦，是 T。哎、欸，那个字怎么念啊？给你们看高中笑得多开心。那个特怎么念？那不是特，那个熊的那个 T 哦，那个 T 怎么念？熊哦，念西哦，念西啊，你不是哦，西域恩熊啊、哦，是在闹哦。哎、欸，我有时候也会耶。是不是要打字，打字的时候会，可是绝对不会念错啊！哎、欸，我打字会打对，可是我不会念、欸、那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可以，你写哪念给你？什么什么鸡尾巴？西西不是不是，他在讲注音符号的西，跟英文的 T 他会搞错，然后他刚刚把西改成讲成 T， 怎么样都不会是 T， 对，T 啊，西，对啊，我想不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因为它是现在键盘就是都是注音嘛，全注音或全英文嘛。可是你用电脑，你才会容易打错啊，因为你一次会看到英文跟注音呢、啊。那、你直接看注音，你是在打错什么啦？西哦。你不会在一坨注音里面觉得它是一个 T 吧？它就是西啊。西，你念西。同妹。哈哈。同妹啊。还叫西。西西变成特特。叫你叫童妹，你粉丝要改名字了。我粉丝叫童妹。童电虫。童。哦，行动虫。童电虫，叫西。苏巴拉西。小妹注意哪里学的？跟我讲，就是不要推荐我们家的小朋友去那边读。这个需要小弟听不懂，不会注意所以不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太久没有用注音，就他会把注音跟英文搞混，就是同形状的那个英文跟注音会搞混、就是、就那个西呀、啊，他不是台湾人，你不要强迫他了嘛。啊，他不是台湾人，没有用过注音。对呀、啊。啊？什么？算了，没事。你说永德？他很小心把啊看成 Y， 但他是香港人。对啊，但他是香港人啊，但这个是台湾人啊。你从傻熊变成笨熊了？没有，就是说那个特而已，不是那个特，那个西。那个特还敢讲错啊？就是说那个西会搞错而已，太久不会念它，这个字不重要。不重要，哇哦！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名字成员的名字里面有西或是特的。林于心。林于心，哦，心哦，西特哦，西特。特林恩婷，六云嗨，晚安。我的头发真的是失控到不行。其实我也是外国人。你哪一国的？我熊国。是。那你们讲什么语言？我们讲西特语，讲熊语。只有熊妹听得懂，要长跟熊妹一样的人，要穿这个胸衣，还要长得像熊。林雨婷，我们还有哪个？到底我们哪个成员是有西还是特的？藤井麻友，新井麻友，新井麻友，新井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我们开始用熊式语言来帮大家改名喽。还有谁啊？小三美玲，没有吧？西哦，小西美挑摊，挑摊，挑摊呐、啊！挑摊美，挑山美，挑摊美，三傻，
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山？什么山黑、山闹，还有什么？我们是山什么？山松。山松什么？山松什么？我们是三个松饼。山饼啊，山松呢？山松比较好听呐、啊。我们叫山松。好、哦。你是？一冲、二冲、三冲。啊，不是松，等下怎么从松变成冲了？一松、二松、三冲、三松。谁最老？谁最老？高云爵。对啊，一冲啊。一松。一冲。一松。二松、三松啊。好崩溃。我们是 TP 三傻，三傻锅、三傻瓜、三傻，玄迷阿爸晚安，最后变成名言了。薇姐，这个不重要。你的名言。对啦，这个不重要啊。那个什么希特都没有意义。希特勒。母汤哦。母汤。我就说特。希特勒要反过来偷希特勒了。还有谁啊？我们这组的刘雨晴、邱品涵、李佳丽。还有谁？林杰。哦，林。麻油没有，林杰没有。你的注意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谁啊？不会认注意呢？会啦，还有熊妹、熊郑宇威、郑宇威没有、高云爵、张法法、周家安、翁同勋、勋勋、翁同哎、欸、同同也是翁听翁同翁雄哎翁雄同翁雄翁雄同翁雄吞翁雄吞。你只在隔壁哦，没有啦，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，用熊式语言，他西跟特会反过来。翁，翁什么？翁同听。翁同，翁雄听，翁雄通。翁雄通。哈喽，同班哇，哈喽。翁雄通。翁雄通。同妹啊。同妹、啊。三冲。听说名字都会取那个人缺乏的东西，完蛋了。那个人缺乏的東西。没有，熊妹刚刚想讲三松，松饼的松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叫我们有一个群组叫松饼，然后。我们的友情是从松饼开始的。对，我们是从松饼建立的。三个人。三个人。是吗？有吗？你们两个先建立。你们两个、啊，你们从多早之前、oh、有劲哦、喔，对，有劲哦、喔，我们两个先，正统妹，对，我们两个先成立，开始爸爸，然后我们就来松饼店遇见，也是哦，我们在外面约好一起进去，对，哈喽，我们要编个故事啊，你的记忆奇幻故事，真的是熊妹吗？那我熊妹啊，嗯好，那我叫特妹，同妹，同妹，你其实是同妹，你不是熊妹，这记忆都不知道去哪了。因为我是同，我俩都已经变同了。哈，刚好生锈了。今天换地方直播，对啊，这里是高云爵家。耶。那我们三个出来去头部，再去台中玩。对，因为我想讲南投就讲成台南，所以就讲头部吧。头部，上下，摇，摇的摇的摇的，哟，头部。好了，我开嘛。那小妹帮我拿一下。Beautiful for C， 是什么 ？For C。Beautiful 那个，你刚才说那个。Beautiful birthday， 那首是他的有写给。啾啾的歌，然后之后他的 remix 过，他们是普通的乐团配置，然后之后才加回来。So, 然后手机在哪里？声音。上次是不是在你的屁股底下？没有。换昵称了。Hello， 提取歌阿翔。现在一直在直播。哎咻！嗨。嗨，阿凡。嗨，提取阿翔。熊妹改成叫鱼妹。不是那个鱼妹很坏哎、欸，啊郑宇鱼鱼威威妹，叫妹是什么？我要叫威姐，请叫我姐。
好，以后叫她薇姐哦，大家听到了吗？以后不可以叫她熊妹哦，要叫她薇姐。对。来，大家念一次。薇姐。好笑，我们叫。超闹的啦，夏夏晚安，好久不见。嗨。嗨。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嗨，选题。苏雅家的诗诗喷未完，啥也没人。我叫薇姐，谢谢。对，我戴眼镜，好像隔了很久喽。我一直戴眼镜，听起来薇姐听起来很像洗碗巾的名字。那叫威猛先生去之吧。姐，姐，你知道我那个？玩那个这个浪直播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好威猛，好威猛，好威猛哦，好威猛，威猛。阿当说 T 打回来了，嗨 ，QK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啊，我觉得好笑，好久没有听到 T 打这个词了，嘿嘿。谢谢苏雅家的小诗的诗诗送了个小浪花，谢谢小叔叔，拿去开，设一个 Benjamin 的房间，那你直接打我的手机，那分数算我的，你们一直都很好，嗯，收我打哟，哎，那开又起。红魔打嗯，好香哦，哇哦，快乐入味，这是卤味，对，这是冷卤的，冷卤味。不喜欢吃热卤的，热卤的味道有的都没卤进去。你们要跳舞了吗？为什么要跳舞？怎么突然讲要跳舞？为什么我们要跳舞？哦，对，就我刚刚说栗子唱歌就没有，他在跳舞哎。你们现在准备吃晚餐了吗？没错，要吃晚餐了。哦吼吼，串烤哎，好多串烤哦。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晚餐的画面。杜五晚安。怎么旋转镜头呢？勇哥晚安，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晚餐。看到串烤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没错。好久没有吃串烤了，因为其实我家那边有，旁边就是串烤店，哎、欸，还有两三间，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去吃，很少吃的、欸，就明明就走过去，然后一只30块要买来吃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去吃。吼吼，哦，这个肉包那个葱还是韭菜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刚以为你们要玩 Just Dance， 咦、欸，应该没有这里，应该这里有，不知道，应该吧。Just Dance， 我们昨天有玩 Just Dance， 然后就肩手好酸了、喔，然后明明才没跳几下，然后最后还坐在地上跳，然后刚才觉得跳超高分的啦。对啊，他到底怎么可以坐在地上跳 Just Dance？下，嘿，皮卡丘！这两盘你们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，吃不完也会吃得完啊。在讲什么？好，我把镜头转过来。也是男生，你怎么断钩了呢？不是啊，感觉 QK 不是上次没有来吗？奇怪。
我旋转镜头去，我是老人吗？切换镜头一样那个地方、啊。这个。嗯。好、oh。就那个下面的切换镜头。但突然觉得直播打游戏好快乐哦。嗯。就直播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打游戏，就好快乐哦。是不是实况组？是不是？真的很好玩呢、欸，我觉得。可是这样不知道怎么，就是让游戏画面跟脸同时出现，这有点困难。对。嗯。除非你在开直播。直播也是。对、啊。可是他没有，如果让 Life 如果没有那个真的变身，那也是会被停，不是吗？命，现在靠电脑看哦，我看你手机装修。怎么了？打不开吗？还是其实该换手机了，就是买一台好的手机犒赏自己。好香啊！天哪。是啊。青椒香。青椒不香。命晚安。毛亮真是香。好香哦！八八八八八。哎、欸。我把手机放在。好的。熊妹直接从五官浮在半空中。熊妹直接曝光。那从何先从何下手？随意。看你爱。青椒。谢谢。哎呦。辣椒你们不吃啊？好可怕！绿，新鲜柠檬，晚安。很不谢谢。开吃了，开吃了。好。好。我拿到辣壳了。你拿到辣壳了？你游戏毕业了？你哥拿到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去看剧情了。二十四话过就过了。二三。我觉得二十五话的歌不好听。二十四耶！从洗手开始，不小心摔到东西。我先从洗手开始。也刚刚回家就去洗手了。今から食事ですか？はい、食事です。吃啊！要吃什么先拿起来啊，我慢慢剪。耶、嗯！那你食べますか？这个米串烤算什么？这个是米肠。串烤，什么东西？叫日文。居酒屋的那个串烤，不知道。串烤怎么说，大姐？啊？串烤怎么说？串烧怎么？串烧的什么？日文。串烧。他就写串烧啊，就不会念，他就写串烧汉字啊，就串烧嘛。什么 yaki， 反正就是 yaki。これです。yaki。yaki。哇。有人会说吧 ？BBQ。哎呀 ，BBQ。OK。这个是羊肉。你们自己分着咬吧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弄不下来。你要不就别点了呗。我们会分掉它的。嗯。放这里还是这里还有
嗯，如果没有要吃那么多，哇，好香，哈哈，直接送到我的盘里。苦瓜，快弄苦瓜，嘿，我吃盘我安。快乐，超快乐，一大堆食物。啊，嗯。终于下笑。要炸啊！对哈，台语超烂的。我们会讲台语吗？喂，前面有人台语很会啊。是吗？他时不时爆出一句台语。有吗？有啊。可是你们那边讲的台语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嗯。口那个口音不太一样。地区不太一样。嗯。高雄腔 吗？我一定不是正统。我也不是正统，我是嘉义，就很简单，乱乱的。美味しいです。美味しいです。感觉你们回头部跟台部要变胖了。台部吗？这里？对，是台中吗？还好，刚量体重，其实没有差太多。本来就没有很瘦了。就没有很瘦，经常难过。对，蛮难过的。我就正常发挥。小妹台语超破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不是完蛋。而且谁跟我说我台语破？QK 男子，断钩断钩断钩的 QK 男子。他敢断钩啊！他手机坏掉。哦，飞走了。然后送修，然后现在电脑看。嗯。看电脑就没有钩钩了。嗯。电脑后面会多一个。可是他今天刚刚手刚坏掉。不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早上。早上。随便呢。反正就断钩了嘛。嗯。君一天下 V 佛系，那你那你什么那你？晚安。我之前直播有一次，就是拿，因为我们家不是很多书吗？然后就拿随便一本书，然后直接翻成台语，超惨烈的，是不是很难？难爆了！我真的觉得中文字放在台语的，看不懂。我什么？哦，我还忘记树怎么讲，我就讲 tree。树。谢老。球啊！薇姐可以讲一段台语吗？那你讲什么台语？李贺，大李贺，就用台语讲话。讲话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没有去上班？讲。没有吗？就喝假哎。你要去、喔？就喝假哎，就喝假哎。好吧。吃的啥？烤肉，串烤。哇，很大。没有放大的、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快乐晚餐。先七七下午直播说士大夫十一年假不要吃太多，没错。我们还没有到年假哦，我们是要完蛋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饭是不是？对啊，它是米肠啊。米肠。米肠啊。就是那个糯米，糯米肠。大肠包小肠，那个米肠。我不知道那个大肠。你不吃？吃啊。我们去房甲会买啊。我不会吃啊。你知道大肠包小肠不是大肠跟小肠吧？我不知道。OK。吃太好，真的，真的会很害怕那个。有菜啊，我买很多菜。嗯。好吃。随便。没有。对，吃播吃播。下礼拜就过年了，好快哦！过完年就开学了。很伤心哎、欸，叫粉肠。你们是，可能直播人受不太了。过完年公演还是公完年公演完才过年？公演完才，不是，我是要说开学，讲什么？公演完，
公演完开学。嗯，直接开学。哦，公演完隔天开学。嗯。嗯。赞哦。刺激。粉丝们加油哦。应该说还应该公演完要直播，然后才开学。哇、哦，看下午才有。不会啦，看了你们很嗨，以后就很。又过年，然后又很嗨，然后就可以很开心的去工作。好好啊，嗯。他228可以放？哦，这么快就放假了吗？我们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台东人，他是高雄人啊，他是台中人。Yes。晚安。然后我们现在在，我们在他家。那个是那个藕桂，好吃吗？好吃啊 ，Q Q 的。晚安，晚安，乖乖，要休息。哎呀，嗯，那什么，猪肉，不是，这间的烤肉，它是用那个自然的，所以会跟其他烤家的烤肉味道不太一样。台中站，自然吗？你刚刚说自然吧？自然没，自然好。自然，哦，自然。他们家烤肉是用自然的烤肉哦。对啊，不用不自然的哦。哦，不是用瓦斯炉哦。OK， 自然。六龟旁边就台中了，六龟在哪里啊？六龟在高雄的某一个地方。哪里？六龟旁边哪是？是台东吗？别啊！你捡起来怎么那么少？好吃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嗯。藕桂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不出来像什么？像草莓啊？不像，绝对不是。他觉得没有草莓这么奇怪。台湾疫情怎么样？台湾疫情哦、啊。那两包人是我最近有点不太清楚。那个是丸子汤。好像桃园那边也比较严重吧。是刀汤吗？那个已经不能。可以先去吃饭，拜拜。也可以选择挂听的。台东。台中很棒，台东没有疫情，但是这最近台东观光客超少。照理说这个时候观光客真是满到不行，但是跟疫情的关系吧，然后疫情的关系哦，疫情的关系，我刚刚讲疫情嘛，疫情的关系，疫情的关系，我刚刚还跑去买这个，看起来很美，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就跟你说好吃。哇、wow ！很漂亮，好漂亮！这也是晚餐。肥死！你要不要跟小妹一起加入同一个 team？ 不要。跟我有什么不好？不要。我嫌弃。你要 team 七十吗？变清楚，给你们夸奖吧。露露，露露晚安。所以你们我去买底片吗？买啊，没有。这没时间出去拍啊。一个，他们早上从十点，他们可以在从十点一直播到下午三点，是要。玉超晚安。他昨天呢、啊？你这样去会有贵宾般的待遇。今天呢、啊？可我没有去观光，我们就是待在家。然后我们我妈带我们去什么树看看树看山看海啊。我们认识的陆生吗？没有呢，没有认识的。他们都不拿筷子。对啊，有筷子。你多出来吗？晚安，玉超。啊，那不爱听，那不就好了。已经订票死的，不要乱说，谁啦？谢谢玉超送的小安抱抱。
青菜也要吃。白光，晚安。最近 Ben Dream 的活动是 Red Star Student 的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团，然后我这有会打 Ben Dream 的朋友的话，剩下两天记得去打。然后我们没有接 Ben Dream 的业配，我只是想打而已。Ben Dream 是什么？音乐游戏。哦。就是那个戴耳机的女生吗？嗯。她很喜欢那个戴耳机的女生。可爱。嗯。耶，玉箫是我看好你哦。觉得这礼拜都在上班上课，去年这时候是过年期间，哎，现在只要二月初，这么早。去年好像过完年之后又因为疫情，然后又说要延后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开学。嗯。差不多，对吧？超开心。因为那时候，那其实有时候是媒体的报道比较夸张一点，大家会等得人心惶惶，但是其实也。有时候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现在第二波真的蛮可怕。如果台湾没有防住的话，就是大家都没有抗体的话，台湾这次疫情会非常严重。是理科人个人观点，没事。记得以前 SARS 突然就放那个育儿假，我刚买那个就已经断两圈了，没有地方停车，很恐怖。就听那个年就在那个年纪的人说，就是我没有经历过 SARS 啊。对，可是就是听他们讲，就是就很像这次的肺炎，可是这次又更严重。SARS 那个要全部武装，这个只有戴口罩而已。嗯，对啊，就致死率这个好像比较低吧。嗯，嗯，它是真的很高。对啊，然后口罩还要 N95。嗯嗯。你真喜欢吃饭哎、欸。软饭。那你应该就知道那个好吃了。但是不能加饭。加什么？加蒜头？为什么会加蒜头？没有加蒜头啊，你可以加蒜糖包小的。不会啊，有加香菜、酸菜。嗯。蒜头是你看你要不要？酸菜是比较雷的，就是。酸菜不喜欢吃啊。不喜欢。就那种脆脆的、干的，还有酸菜的汤还好，汤我就喝。干的、辣的我就。可是它没有酸菜就会很腻，少一味，会很腻。嗯。好吃，什么神仙食物？你现在才发现它，太晚了。好好吃哦。那如果只有，那如果你大肠包小肠没有蒜头，你吃吗？吃。它不是有那种切好的那种，就是一片的，一片，嗯、对啊。有这种东西、啊。有啊。它就是有那种既定印象，这个东西不好吃，所以他就不会去吃。嗯。然后。勉强他吃了以后，他就会好吃。我也是很喜欢吃，好吃。就像臭豆腐也是，他现在还不吃。让客晚安，客人晚安。对啊，很好吃的。他是说臭豆腐的泡菜，对啊，不是说豆腐本人。臭豆腐要跟泡菜合在一起吃，不可以分开吃。嗯，你看他也不行啊。不是这两个我都不吃，为什么不吃泡菜啊？他不吃腌的东西，不腌菜不太分。嗯。奶熊妹，你又不吃什么东西？青椒。奶油。青椒。奶油。哎、欸，熊妹超酷，她不吃奶油哎、欸，蛋糕那种奶油她不吃哎、欸。对啊。就是那个一坨白白的那一种。就是奶油吗？可是如果是。它有分奶油跟鲜奶油。鲜奶油。你是不吃奶油还是不吃鲜奶油？鲜奶油。那奶油的吃，奶油的很。奶油的长。奶油的很腻哎、欸。黄色那个吗？比较黄，然后会咸咸的。就是也是蛋糕，但是它是比较黄，但是会咸咸。
有点咸咸的味道。啊，当初那是蛋糕精华，因为炸炸炸的白白的，然后这样一这样抹一抹一的，对对，就不会想吃，我就把它割掉，割掉。对啊欸、可是其实现在蛋就一般那种蛋糕的奶油都会想要把它少一半，这样会比较刚好，不然奶油太多了真的很恶心，很腻。对啊，很好吃啊，然后就给你吃了，然后就给你吃了，奶油太多，以后你就没有蛋糕体，就只是奶油，你就奶油就你的，给我一点蛋糕啦。我们下个生日的是谁啊？你啊，我哦，我们三个、哦、你耶十十一十二，超久，我们很遥远呢。对啊，超级远的。贵主机版的阿尔法，阿尔法怎么了？阿尔法为什么要贵主机版？你吵架、哦？好，吵输了。吵还是吵赢了？贵手机吵赢了，吵输了吧？吵赢吧。四十三，贵手机版。看看主机版。喵。十四是零几。是小迪，十四是林姐，嗯，十三是小迪，啊，喵四十二，嗯，十二十三十四，还有其实喵跟喵十三十二，就十二十三十四啊，三天，完了，那我们要给喵什么生日？要在直播上讨论。这里应该有人会去看猫咪的粉的那个吗？啊，到时候就直接讲出去，不可以有。还是我们讲一个，然后再我们会把它绑起来，怎么样绑鞭炮？生日快乐！还是想要变成小波小波？怎样在台中就会变成这样子？是不是？就会有僵尸啊？不会嘞！我们真的有人把人家绑起来过，用保鲜膜，身上真的绑鞭炮。我只听过绑起来打的。玩烽火啊 ，baby 表白。台中的部分很恐怖耶，不会啦，他玩得很开心。炸邯郸？炸邯郸吗？对啊，阿尔法说我把羽喵爱 Dolish 7的九条天跟 Minami 抽走了，时间抽一次带两只。那你真的该跪耶，你可能要跪，你会比较痛一点的东西。榴莲凤梨，要命哦、喔、真是要命耶、欸、干吧干吧乐高吧，他一半都没抽到，他前阵子有啊，你有帮他抽啊，但是我没有抽到啊，对啊，我们在睡觉，然后突然跑进来说帮我抽卡帮我抽卡帮我抽卡，吓烂了。对啊，然后我跟他讲什么我忘记了，哦，猫咪的生日啦、嗯、我觉得不要用那种吓死人的惊喜，就是那种你就跑进去跑进去跟他讲说会修树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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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过年前，嗯，过年不是十二，不是就他当天吼，对啊，我以为是过年前一天，是今年当天，过年当天，你知道他过年会直播吗？会吧。过年为什么不能直播？看他会不会排排那天。应该会吧，又生日又过年，有可能。你要进去里面送礼，连送最大。他台越来越多成员，改天会不会看你的开台就够了？那很棒啊，那不是很棒吗？还有我的。嗯，对不起。哇。呀拜。沉默。他有点抑郁，就沉默。看猫咪的台，有时候会有我们在后面走来走去。对啊。还要给猫咪发票还是什么东西的。给猫咪发票。
发票。对啊，发票。帮他买饮料啊，还是什么的啊？买晚餐啊。你看吧，你就是不买饮料。对啊。害我要叫 Uber Eat。Uber Eat。Uber Eat。郑无威。你要说是叫清晰。啊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不要叫郑无威。高兴就好。这什么东西吵架？啊？下次麻烦几次挤39个，这个等官方直播会比较快哦。而且让哥送了一个车。官方直播96个都有点勉强。我是叫我姐姐买清新就好，她不要清新啦。不要清新啦。对啊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吧，他也不要，又不是我说。好呀、啊，随便的。因为浪哥送我薰衣草和小浪花。怎么？我念错了什么吗？没有。我旁边有很粗犷的声音。啊！哎、欸，阿凡，阿凡，你要去桂林？我不认识，不好意思哦。你要去桂林留点的，真的。你也会喂朋友吃东西？会啊。是很粗犷吗？还好吧。粗犷应该是，懂吗？那种吧。还好啊，老女人的声音都是粗犷的。爸。蛮粗犷的。山羊的声音都是粗犷的。爸。勇哥，嗨，谢星星，晚安。为什么没有人要吃米茶？那我要吃咯。全部都你吃啊！啊！啊！你不要在我耳边尖叫！我看小快乐。妈。好好吃哦。你咬断呢？你也咬断呢？你要哭吗？我看嘴就都流口水。炸裂米茶。看好多葱在嘴巴里。血盆大口，好哥，我，小玉，为什么？那我啊，谢谢追踪追踪的我，你在说句号，你要叫好吗？对，是大姐，你好哦。你好。叫什么？嗯，我在找啊。我在找。我是文玉如，晚安。你是客家人。怎样？你就把客家起来，怎样？你也是客家人的、欸、这样子，我不是。你是啊。不能这样讲哦。你是啊。我是啊。你是啊。我是啊。你是节省的人，不是客家人，好吗？你是。你是原住民，但是你有1/16的血统，1/16才。他干嘛子？我不会知道，我更不会知道、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哎，还敢摔下来？嗨，阿法，晚安。你要唱晚安的事。你要跪主机板跪到什么时候？跪到雨喵原谅。跪到雨喵抽到为止，那就不会抽到了。人家跪一辈子。我在诅咒雨喵，抽不到啊！完蛋了。大雨喵。那跪到你们两个，跪到你们三个满步。哈？天长地久。嗯。我要跪到你们三个满步了，要天长地久了。真的。非常痛。这跟雨喵抽到卡是一样的。我天长地久，你们要抽到卡比较简单，好不好？哦，也是啊。你们三个要买，要换哪一件呢、啊？嗯，真的。你要换哪一件？尼克蟹。不、哦，尼克蟹啊！不要喝尼克蟹啊！我就是大宝宝嘛，我不想牛奶好喝啊。大宝宝。你还问我？就是除了尼克蟹。亲亲。垃圾哦，其实没有卖芋头。不要芋头牛奶，芋头牛奶什么啦？芋头很肥、欸，很肥、欸。芋头牛奶又不是我说要喝的，今天才喝一杯。嗯、芋头牛奶他不喜欢喝。不喝，我不觉得死啊！我觉得死，大家谢谢我喝水。
你要蜂蜜，很蜂蜜。哎呦喂！已经帮他玩手合照谢罪了，什么意思？他合照。好朋友，好黑的大宝宝。大宝宝，你要去跪小崩溃了。去。他不用跪，他直接成为。老沙说你晚安。你觉得就是喜欢肥肥的东西呀、啊？就很好吃啊。所以你要玉里波波鲜奶。那你喜欢熊妹？你是不是想要玉里波波鲜奶？玉里波波鲜奶是什么？就是玉里波波鲜奶啊。里面会有那个波波波的东西。好啊。那是毒药吧？哦，我知道法法要什么了，法法就给他一杯草莓奶酪。不要，不要，成，不可以，不行，成，不可以成家，刚姐切青椒，我死掉。傻眼，你别想放在我面前。青椒有什么不好？对嘛，青椒有什么不好？很臭啊。哪里臭？草莓很臭啊。甜的吧？草莓没有味道吧？草莓没有味道？什么？莫哥，你刚刚是认真的吗？草莓太酸了。草莓有的是甜的。嗯，我吃到的都是酸的。伊娃擦擦耳朵，让他喝。我好什么意思？草莓，草莓蛋糕啦。那你要喝什么啊？草莓奶油蛋糕啦。哎呀，哦，一些奶。草莓巧克力蛋糕。为什么可以就暂时暂时好笑？啊，你们两个有什么？谁们？你们两个，一个草莓吧，一个青椒，青椒没有青椒，香菜的，香菜，有什么？有鱼，养乐多，有鱼，养乐多，这个很，我很难说很多哎，你们平常都喝什么？怎么讲？不喝饮料，他不喝饮料，哦对啊，你不喝饮料。这样你喝果汁，果汁就不是饮料了吧？我要破蜜，不要病了。好，那就一杯什么绿茶？一杯什么？他没有什么绿茶。绿茶，奶茶。你要奶茶？为什么不拿鲜奶茶？我怕他们看也看不懂啊，因为我自己都看不懂了。瞧瞧看，他不吃，他不吃，焦蕾他都不吃，草莓烟熏香肠什么东西啦？哎呀。很好吃欸，草莓烟熏香肠欸，对啊，那个大湖草莓，大湖农会就有卖啦，草莓香肠，草莓香肠，草莓汤圆都觉得就怪怪的，草莓汤圆是真的不好吃，香肠哦，好像很酷的东西，对啊，在大湖的那个农会，那东西出现在家里就是个邪教，寒天金球跟是什么？寒天金球就是寒天啊，寒天就是。谢谢你的解释。寒天是什么？就是像果冻的东西。那 QQ 跟爱玉比较 Q 一点，它比较硬，圆形的，白的，透明的，它跟珍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那个包包，没有没有珍珠是珍珠。你刚刚说爱，你刚刚说寒天是 Q 的，你现在说又说珍珠是 Q 的，寒天比较硬一点，寒天比较硬一点，因为材料不一样。绿茶加柳丁加养乐多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喝？绿茶加柳橙加养乐多。嗯，养乐多，养乐多，哆瑞咪发嗦。乐多，乐多，我们还有乐多吗？干嘛都学我讲话？乐多，我还笑鼠了。不加洋葱怎样？好多，你不要点啊！请给我加洋葱。里面有哪有加洋葱的啦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 app 问题哈。清蒸注记挂号，酱料多一点，或是不加洋葱的哦。我原本就没有洋葱啊。他只是 app 给你的，好不好？请帮我。吴一凯晚安。给我加一点葱。草莓牛舌挑战云爵跟法法吃。啊。你不要侮辱牛舌，这道料理嘛。所以熊妹要奶茶，对不对？
嗯，你们这样还有面对天哪？有办法面对起重机吗？车长那位，我们刚量过了啊，面对了啊，体重机。干嘛？我念留言啊，怎样 ？Sorry。他紧张了，没事没事。我觉得这三个人可以凑在一起看恐怖片。啊？现在要加料吗？我们现在来看恐怖片。不要加料。不要加。要加青椒吗？加香菜。不要，不要加青椒，等一下。吓死了！你要搓多久？我妹都看不下去。来搓嘛，你搓嘛，来呀、啊，专业的，来。那冰块跟那个嘞，热乳甜度嘞，微糖常温好了。常温。喊你要搓多久啊？哈，等一下啦。哦，好，很棒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夸奖。你谢谢什么？反校，反校看过了啦，看过三次了。啊，不要看反校，反校很恐怖哎。哼，来看反校吧。芋泥波波鲜奶，芋泥波波鲜奶的甜品。今天不是法法专场吗？没错啊，小妹你危险了。嗯，加料是我专场。常温了。嗯，我想常温了。常温啊，常温。热的。热的，热的。想喝热的，好冷哦。对啊。对不起，这里面只穿一件短袖的人。谁叫你？而且你要穿我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超热的、欸。你要穿我这个毛茸茸衣吗？毛茸茸衣哦。嘿，毛茸茸。欸我人啊、熊妹来到阿嬷家也是被欺负的吗？谁？阿嬷家，她只送到，她只送到楼下，你就下去拿而已啊。看起笑，是要跟你讲，看起笑什么、啊？起笑。等一下，没有。然后鲜奶茶加馄饨很好喝。你应该很快乐、啊，你喜欢奶，你又喜欢馄饨。鲜奶茶加馄饨吗？疯了吗？甜甜又咸咸的。米肠也甜甜又咸咸的，肉圆也是。好吧，那它应该蛮好吃的。没人这样吃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挑战看看。这才是怎样？会不会死掉、啊？不会啦。他等下就在厕所里蹲着。谢谢你。好吃。我刚才吃了好多。我也冲了味道。嗯，还有那个节拍器哦。不像，超不像的。你现在节拍器不长这样吗？只是很闷而已、啊。它样就很快样的。没什么问题。那你呢？我以为他把它吃掉，因为他好香。会一首歌。波波是他哎、欸，你呢？对啊，最近肚子有很多一些、啊。哦，银鲜奶茶、欸。对啊。哦。无糖。啊，热度哎、欸。热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嘞！你猜拳赛会怎么没有赢呢？因为时机不对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因为他不是跟你猜啊。跟我猜、啊。我跟他猜。是吗？嗯。对啊。嗯。那我才跟你姐先猜。嗯。嗯。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两个猜。剪刀石头布。不，我坚持全国，我感到我坚持全国。我们颁给你一个波蜜，空的没有业配哦，空的，空的，花心家 Jack 晚安，云爵家不就是熊妹的阿嬷家吗？你是他阿嬷、哦，我是他阿嬷啊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云爵是他妈。不行，那这不要认真的找他阿嬷嘛。那个不是你们写的故事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这不是他从外面捡回来的小孩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讲，他是外面捡来的。对啊，你是外面捡来的。我没有写过巨婴。巨婴，这不是捡来的、啊，那个原本那谁生的，也不要生的。是吗？不是外面，不是他从外面捡回来的吗？那是粉丝讲的。那是粉丝讲的，那是粉丝讲的。他们，我们是同一辈的。我们的族谱还在啊，在那个宿舍群组、啊。啊，那你是谁？我是哥哥。嗯、啊，你是妹妹姐姐、啊。姐姐。你是妹妹啊，一家是弟弟啊，但我名字最小，那三个人里面最小。啊。外面捡来的。他外面捡来的巨婴呢、啊？吓死！捡来能力超高。
我们超强。可他如果还要画那个魔法卡，那也是 UR。对啊，不是啊、他后来是那个哈。我战斗会长哈。在抢哎。会长，哦，你说那个什么战队那个、啊？那个我有画、欸，是金色哎、欸。你是银色。我是黑色。我是黑色啊。因为你那时候一直披着那批，那只那只龙猫，那批龙猫，但是没错，一批啊，是第一次，第一次看到云姐这么颓废的样子，舒服的，这就是，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对啊，因为直播要做起来，你可以把他手机横着放，你都是直的了，不行，好吧。不要是你的，他才不是你的嘞！好好吃哦，葱香啊！香啊！度假就是要耍废，没错啊，对啊，耍废追剧啊。好日常直播、哦。是啊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从这样开始。嗯，给粉丝看一下，你现在手男孩子有多厚的下巴？我刚刚拿开了。那如果现在宿舍成员剩谁啊？五个人。巨婴跑掉了，然后爸爸不见了，爸爸那媳妇也跑了，太悲惨了吧？剩下爷爷跟妈。剩下爷爷跟妈妈、欸。那现在房子里面只剩爷爷跟弟弟，他妈妈妈妈不出门。这个家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怎么办啊？对，家坏掉了。巨婴跑掉了。他学会走路以后就先跑了。进击的巨人，躲在那个房子后面的一个。好可怕！巨婴跑掉。城市攻击。在跑步真是很奇怪。你会变成那个、啊、人类一败涂地的跑步姿势。那个好累，肚子好痛啊！威宝射手晚安，晚安。Q K 说没有，刚刚只看到你头上的痘痘。啊？看得到吗？什么？那不是痘痘吧？那只是一条头发吗？嗯哼。无聊赌徒啊！哎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了一个春。好笑。对，巨婴跑，巨婴长脚去攻击，巨婴本来就有脚，他说会走路，你要慢慢长，原本没有脚，要慢慢长出。姐姐，那你捡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回来？还没有脚，我知道要去跑掉啊，还要长脚，你为什么把它捡回来？它没有脚哎、欸，我捡的吗？对，它不是你出去敲家，然后捡回一只巨婴，很厉害哦。伏地魔巨人是怎样？他伏地魔只是没有鼻子，他一切正常啊。会吗？是吧？伏地魔走路没有很奇怪吧？不是，他只是没有鼻子而已、啊。肚子好酸。剪的脚也是他剪的，脚是他剪的，是不是？嘿 Siri，嘿 Siri，帮我挑选伏地魔的笑声。
没有结果，谢谢。旁边是粗胖大叔，哈哈，没有，还没有，他不在那边。旁边是旁边是那个旁边？他讲话有点气虚吗？那个尾音。Silence， 快！这个背景，熟悉的背景。From this day forth, put your faith in me. Peko 笑声 ，Peko 是谁啊 ？Peko 笑声比较魔性。Rev 晚安 ，Q I N Q I A N G G 晚安。是主的，是主。但是我手机在里面。不然你打开手机。笑声就知道了，太酷啦！我靠我靠嘿！我应该是我的，可是我手机在直播。色咪啦咪啦，我靠我靠我查一下世族伏地魔，应该不会有啊，世族。好性感伏地魔。好性感伏地魔什么鬼？不要啦，怕爆！怎么觉得那个黑丸要跳两难度啊？两难度！完了！那首叫什么啊？是读那首，好，我觉得我可以找到 Voldemort 怎么拼 ？V O D F。V 的 ，VOLDEMO，VOLDEMO， 他不是叫什么汤姆，然后转过来就是 DEMO， 天喽，对啊，他是什么汤姆，然后转过来嘛，汤姆龙。
汤姆熊。汤姆熊啦。香姆童。还有各国。他刚刚说熊妹的注音是 T U N。特于恩，特于恩 ，T U N， 特于恩，疼疼哦，疼那个疼妹，找到了，疼妹。伏地魔赢了，伏地魔统治世界。伏地魔对。我哥，我哥，哎哎。对。哎呦。这个还好，没有很好吃啊，伏地魔比较好吃。无印良品这是在卖实验仪吗？等你实验仪，当我实验仪不见了，就可以这样子用了。笑死！贝口不好笑，贝口输了。你吃一口这个就讲是好吃。你叫哪里的？我刚才发现他是在一中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要送那么远来啊？会啊。这是乌龟耶。太远了吧？送到这里都坨了。不会啊，十分钟后就到了。不会啊。只有一中的有电吗？好像是吧。你叫哪家？什么原价、喔？我原价啦，原价脚杆奶茶。我真的叫原价脚杆奶茶。写在哪？写在中间那边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的。哦。大学现在状况哈，就是呢，我的选课选到就是大概，好像大概八乘以五四十堂嘛，大概有36堂课吧。哦，三十堂没选到，我不用去了、欸，好快乐哦！刚姐，我不要去哪里玩。他刚说他选课啊，然后他在计算的过程中，我就跟他讲说他三十堂没选到课，他就说很快乐，我就可以出去玩喽，没救喽，就不补选喽，反正补选只有大叔签得到嘛。要去垦丁。可以呀、啊，走，明天。重点是你有选到啊，你是哈喽。他们要有空。It's me。我哥，我哥。嘿嘿嘿。完了。没有人敢出声。好
然后梦到晚上没有，晚上梦到没有鼻子，走在那边，对，笑醒了，只会呼吸困难了吧？那可能是高云姐的手打在那边。呼吸不了，我、哦、鼻子嘞，我、哦、鼻子嘞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有在他睡着的时候捏住他鼻子过。你住谁鼻子？你啊。我。嗯，昨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应该是那时候弄到的。你怎么捏他鼻子？我觉得很无聊，我觉得他起来了。哇，你无聊了。我就叫他起来，然后他又不起来，我这样捏住他，然后他就。哎妈！我不记得，昨天你在睡觉啊？什么时候啊？你在不讲病啊？这样。直播的时候吧。直播前吗？今天？昨天？昨天？昨天？奇怪，你们不是都在一起吗？对啊。啊！怎么会有人没有在状况内？熊妹，他也在睡觉。他睡最爽的。熊妹自己被子裹着，然后挤在一边。对啊，熊妹睡一条。一条。那我就放手。可恶！我们想一下，今天晚上他睡着之后，我们要怎么？然后今天不睡觉喽。要睡了。明天坐到南港，明天终点到南港而已。明天坐火车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哦，我自己坐啊。你自己坐？应该吧。坐什么 ？A B C U。Sorry。三个椅子的吧。嗯 ，A B C U。对啊。你们订的是三个座位。D E F G。太强了！熊妹出远门做客，然后在别人家床上花最多时间。什么？然后我们出远门，然后你花最多时间在床上。我没有花最多。我觉得可能是我。没办法，直播时间都卡住了。对啊。还好啦，这样蛮快乐的。卡白天的。嗯。你的今天也睡到十一点啊？对啊。可是我不知道谁先醒来啊。不是，我说我们两个谁先醒，你当然去直播啦。哦。谁先醒啊？你说。哎，你的闹钟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很奇怪。我十点啊，十点要记得。衣服要记，那也带上。美美嘛，啊，一说他拿那个豹纹的要给你。我穿豹纹。就说他都买一些穿不出来的。没有啦，豹纹是给二大姐的， oh, yeah. 你的不是啦。啊？二阿姨很喜欢买衣服。不过你也一样去朋友家玩。感觉就是怎么谁家玩，然后就会他上次来台中，我也是在家，我们是闷在家很久啊。然后如果有要刚好要追什么，就是抱着 Netflix 这样子，嗯，快乐。嗯，所以到底为什么捏我的鼻子？还那时候在想什么？大概有鼻子。这样你可能会醒来。还有什么？没有。下一次我就要把高圆圆睡姿录下来。我们有她的美颜照。不用谢谢。真漂亮。拉筋。浇花，看不到。烟花骑士团，威哥晚安。躺在床上，看错了。最后在床上滑手机。这也差不多，可是我们最近手机滑超少，莫名其妙滑超少的。去别人家耍费东，特别充实的感觉啊！笑到真的没声音。嗯，老师是挂分的，是泡的，老公，开放按这一声老公。庆晚安。晚安，我去打。当打。我
打到了。哎，我是可能打了。我吗？我拿到了。对啊。那么完全没有在想什么你我他我他吧？还是有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看我的巨婴之术。那我打、啊。Give me five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打？想讲啊！想讲啊！他们两位过超爽，真的、啊！看他发成这样子，快乐糖哎、欸！快乐糖，你的梦。还是我也来打一下。那我要干嘛？你要跟我打吗？好吧。打。你有没有？你在好什么？哇！有点大声哦。你猛。与家人杰哥晚安。我没有游戏。你有最你有高手房间的吗？很重哎、欸，这样没事就要买那么多好不好？你选个。我太难了。谈过，难得你们在一起可以玩个企划。对啊，想要玩什么企划？玩企划。是啊，就是给玩个什么东西。你不是说现在手机快没电了，所以什么都玩不了。充电，充电，怎么办？等一下。二六。二六。其实我都没有玩过。二六难。不难，它很简单。这么慵懒，以为在他家、哦。对，这对这就是他家，没错。没错，没错。现在换吃甜点。哇、wow, yeah. ，耶、yeah. 啊！那你做马杀鸡。不要，谢谢。拜、嗯。马杀鸡！你现在只有两个人技能，我还回街角，所以这样分数很低哦。赵康跟我们讲一下，我超干扰的啦！天哪，我念一下留言。好，没关系，分享。谁喝冰的？我吧。哇哇！我好像微冰吧。你们觉得这么悠然，你们还在家？咦，这真的是大家对自己是大家。没错的，互相帮。我也是，我戴了戒指。欸我掉看模了，互相帮对方化妆组一造型，感觉很好。这已经上次化过了、啊，我感觉很恐怖。而且他已经高卷已化妆，是我没化妆、欸，我掉了，也还好吧。熊妹不是喝奶鲜奶茶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啊，鲜奶茶、啊。他每一杯都有料吗？真的？没有啊，一杯没料吧？你叫几杯？那他送错了，每一杯都有料。哇！哇！喝掉掉掉，狂掉狂掉！他弄错了。脚感鲜奶茶。脚感鲜奶茶，所以没有上错。还可以。哎，你分数比我高吗？没有，没有错，没有，没有错，吓死我了。都有脚，因为谢谢变心，你们送的草莓。他们这间店就是感觉熊妹被造型的那位会被熊妹造型的会很凄惨。哦，所以一定会有东西。对，原来如此。因为被我造型的会很凄惨吧？我呢？熊妹还好吧 ？SS， 好听。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你的啦。真的吗？哦，他说我们互相帮对方做造型，可是重点是他们两个化妆了、啊。对，我们只有我没化而已。应该不是。刚刚离开了房间。鲜奶茶。然后我需要充电。哦，脚感鲜奶茶。我的。小妹。去哪？我的包包拿出充电线。好吧，我的包包也有充电器。说。充电线。好，芋泥鲜奶茶，这是芋泥鲜奶茶，谁的？你的？芋
芋泥包包。对，芋泥包包。对，你是叫芋泥包包。你是叫芋泥包包。芋泥脚感鲜奶茶。那、啊、你也喝冰的。应该可以，刚刚其实可以开音乐，完全忘记这件事情。把冰棒捞起来而已。它是不是会掉进这一面？啊！你是在帮我化妆是不是？嗯。脚感包包。哇！燕麦是不是？燕麦。是在笨。好像是。波蜜，拜拜波蜜。小妹的定义化妆是涂护唇膏就算了、欸、什么？涂护唇膏算化妆啊？哎、欸，我化你的护唇色，嗯，唇色，嗯。对啊，红圈就是下面白色的那个。啊？那是马甲的小朋友。一颗一颗白色的那个。我叫小紫吗？你在故意学我是不是？嗯，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的形状长这样？因为它。哦。喝我看看吧。我吸你喝吧。还有珍珠。吃，珍珠跟什么？超甜，仙草。那仙草看起来软软，没有味道。正常的太甜了。它金球好奇怪，还是金球就是这个味道，这口感，硬硬的，就是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脆脆的。嗯，脆脆的。脆脆的。好。酷东西，柳橙的。嗯，柳橙。它是柳橙的。让斯坦玩 QQ 吗？嗯，我现在也只有涂口红，口红应该也掉光了。记得这个要画全妆，画全妆。嗯，没有干嘛？里面是什么？芋泥包包。燕麦。芋泥。好健康的味道。燕麦也会烤烤的。脆脆的好酷哦，燕麦呢？四七晚安，有一种。嗯。很傻。嗯。很扎实的一杯。哎，它甜度。它是可以当主餐的，它超级大，超级扎实的感觉。这是一个午餐的感觉。晚餐。宵夜。宵夜。宵夜。哈纳多姆马蒂达，嗯，我帮我化妆了，很软呢、欸，嗯，就也很软啊，谁比较软？我一，你，我啊，不对，熊。应该熊妹那杯是我的，这个才是熊妹的。他这里写脚感鲜奶茶、啊，没有，你的是无糖的吗？对，他的是无糖的。哎，对对。那他的才是我的。你介意吗？不介意。好。可是无糖怎么喝起来也是蛮甜的。因为它珍珠也是甜甜的、啊，珍珠、哦、珍珠煮起来以后要先拌糖。我是太少喝饮料，我觉得它的微糖喝起来像全糖。啊、这杯只有仙草而已。真的蛮甜的，真的蛮甜吗？真的甜。你在真的甜。微糖啊。还是我们两个要把它搅在一起，你再分开。男人呢、欸？你觉得嘞？啊，还男人？要把它混在一起，然后再分开。哇、哦，好像很不错、欸。你是男人之耻。哎。好像不错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这个。我的还好，还好吗？可是这超炸甜嘞、欸！因为这个有一点酸，看看这有点酸酸的，所以喝了那个以后，这个就不炸甜。哦，它超甜的。所以搅一搅，再把它分开。对，一定要搅一搅，它好甜哦。
台南的味道，真的要嚼一嚼，真的要嚼一嚼，好渴望。等等，晚安。就变成这个嚼一嚼了。这是瑞爷冰冰丽娜，晚安呵。看到你在哪里啊？他那个维他好像要喝全糖。他可能没有维他这个选项吧。所以这间只能点无糖。强迫全糖。我现在才发现没有音乐，我再看一下。Beautiful birthday 有吗？Beautiful birthday to you. 你嚼不嚼？他其他歌都有了呢。等他，等他看出。以后生日放这首了。才不行。为什么不能播、啊？就别首歌了。可以了。这首歌歌词超酷的，超赞。一分糖，微糖算一分糖了吧？是吗？微糖是三分。三分的。啊。一分糖和一分是，微糖都不是谁的。他无糖就是甜的，他把无糖掉出来，问他是甜的还是甜的？无糖，无糖，无糖不在，他们不在，恭喜晚安。喵喵喵，无糖，啊无糖，无糖会来你的直播间吗？无糖 ，No sugar。他这个很可爱，会觉得世界很美好的一首歌。美好啊，很美好。一米波波，波波，宝宝，哒哒，树蹦，树蹦，还敢闭眼呢？啊？对，他看一眼，他才只有一张，对，我那张，没关系，很多很多，沙 K 不 ，Switch 可以当卡拉 OK， 当卡拉 OK， 真的假的？可以，他可以唱歌 ，Switch 的时候应该唱可以唱歌，真的假的 ？Switch 可以当卡拉 OK，Switch 可以当卡拉 OK 唱，知道没有人知道，可以解释一下、啊。不是啊，没有没有麦克风怎么当卡拉 OK？ 我记得 Switch 可以当卡拉 OK， 这么厉害？真的假的？是要有麦克风吧？还是要麦克风吧？你是要有那个唱歌的片吧？对啊，我们应该是没有那个片，片真的是的。你猛的说可以，有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就要那个唱歌的片，所以是要有特别的东西吗？还是原本最基本的就可以了？嗯，然后像跟那个跳舞的片一样吧。嗯，现在看过广告了。你很厉害，我想查一看，查一查，查一下，查一下。咦、嗯，是这么简单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唱歌游戏。邓科发完恩。Messy。那他是你看是片吗？然后他有麦克風。哦，那是要。对，有麦克。他是骗子。那这样可以买单支的麦克风就好。嗯。看八代雅纪唱《残酷天使》。是谁？酷。好像麦克风，嗯，那好像买一片东西，然后也还有麦克风的样子。嗯、哦，小心哦。嗯。这样才是微糖吧。嗯。加点甜味。嗯。好喝。这个。
请问哎、欸，你的很慢耶，他都已经不知道玩到第几遍了，然后可能他才跑。对啊。金球幺九蛮疗愈的，脆脆的。晚安晚安，欢迎追踪我们哦，我们的 IG 就是打张发发就会有了。你是今天才回来还是昨天？昨天啊。对，我不太清楚巴塞亚基是谁，我查一下。是原唱吗？高原唱不是高什么的吗？不是高圆圆，残酷天使。年代是的。高桥洋子吗？是吗？不是啊。对啊，高桥洋子。巴巴巴拉巴巴。好好喝哦，芋头。炸啊，好吧。嗯。好炸。好炸。炸。静电。对啊。冬天好像不能用。不是那个哑巴。是一个演歌手。现年七十岁。一直粘在手上这样吗？粘在脸上这样吗？你就用，你就再用水。石川小百合，公很喜欢，我阿公很喜欢，我记得。你不是要买发油吗？没有。那不是发油。那个哦，你最后买那个喷的。你是画那个天竺鼠车车。不一样，那个是竹。山猪。天竺鼠车车。它好像出新的嘞。第五集。我们现在来看好了。我不要看嘛，黑色小偷，他才一集，一集才两分钟 ，OK 啦。是艰难吗？对啊。一集两分钟，五集十分钟，现在是8:50，你看我刚好可以下班。做的很紧哦。YT 看到他唱超狠，还好吧？原本那个就不是特别的年轻啊，而且那首歌蛮适合吧。还是跟那个天竺鼠叫声一模一样。天竺鼠真的这样子叫？真的，他都这样叫。是真的这样讲，太可爱了。这怎么拍的？感觉好难呢。天竺鼠现在连红到新闻都在跟风哎，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东西就突然爆红，然后又像鬼灭之刃这样子红到不行，然后大家都在讨论，然后什么都要鬼灭之刃，然后现在就是前阵子是讲嘛，现在就是什么都天竺鼠车。Presto。快速音群，
得如何？好可爱啊！哇！哎呀！发生什么事啊？还说不想看，不想看，可以把它讲的一样。我不想吃，好好吃啊！很好吃，你尝尝好吃。大人都看天竺鼠车车，这句红回日本，真假的酷哦。感觉刚学完的，不会中毒了，只是很可爱而已。那就 OK 了，去看第三集。好啊。完了。沉默，我觉得它会动比较可爱，它静止的话就还好，它要会动才可爱。小孩才看鬼灭哦，好，我少看一句。太可爱了，感觉中毒没有，真香，真香，做天竺鼠车车，看你还不中毒啊。我觉得你那个材料是直接来做天竺鼠车，天竺鼠车车。你们一点无解，没有，不是无解，甚可爱。我一点无解。那为什么那么？你的粉刷太大了吧？没兴趣成这样，然后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然后。鬼灭，大人はモルカ。他叫モルカ。就推文，然后我们俩还有啥？
姐妹，燕娜姐姐，我是蜂蜜芋泥火锅燕娜。那个火锅是燕麦的火锅。嗯。对啊，燕麦好好吃。我觉得第一题比较可爱，其他都还好。嗯，我觉得第二题很可爱。你呢？比较可爱。芋头，日文名叫 Puri Puri。哦，他有想过，我以为我只有看到第一部，想说是什么给小孩看的奇怪动画。天竺鼠车车。喜欢第二集加一阵假的，我觉得第一集最可爱，哔哔哔哔哔哔的。多久啊？就感觉好难。我觉得他在吃垃圾欸。好可怜，他在吃垃圾盒。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之前？以前他们在看那个动画片，小条虫。杰哥有点茫然，杰哥表情比较像在看纪录片。哎呦，不要再乱吃东西了。他没有哦。过期的东西丢掉。还好啦，我健康。丢掉。再看你吃过期的东西，揍你。为什么啦？当天竺鼠车车遇到珍妮佛罗培兹是怎样？他们两个又怎么串起来的？你是珍妮佛罗培兹？别别别别别别！这集我看那还好吧？他乱吃东西，把脏的排掉，好的留着。人类没有那么脆弱啦。有。你是不是胃不好嘛？哪有哇、啊、哦，抹茶、啊。好啦，那我来念排名的，超级细水小偷啦。要怎么吃啊？你已经吃了是不是？嗯，茶叶煮粥。刚刚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快乐甜点时间、哦。第八名是苏雅家的诗诗、啊，第七名是浪客，第六名是刘建谷、啊，第五名是阿米，第四名是阿当，
第三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第二名是玉超，第一名是草莓酱，来自草莓在抽象 ，Oh my god。OK， 这个黄鱼晚安，玉超晚安。你们早晚安嘞。你们要快乐下不快乐吃甜点喽，我们要。快乐胖。对。哈哈，抹茶。好快乐，而且好久没有吃抹茶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旁边站在旁边说抹茶难吃呢，就不会想点抹茶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还在感受它的味道。太久了。玉超跟玉超打招呼。Hello， 玉胖。电图组真的不是一堆超跑型的梦，对啊，那个轰隆隆，啾。哎，我们家员工会唱哎。他就是因为看了天竺鼠车车，然后去 KTV 点的《超跑情人梦》，然后唱歌，超像。勇哥晚安，我们要差不多要收工了，拜拜。我们要继续肥胖了。小妹，拜拜。晚安。